8月23日，对于把梨香区红房子经商的侨胞来说，是一场噩梦，一场大火粉碎了多少侨胞的梦。然而全侨上下团结一致，共度难关，献出了自己爱心，谱写了一幕幕动人的诗篇。这份关爱如同万家灯火，点燃了新的希望。因为有爱，我们可以突破任何的障碍，重建家园。感谢总领馆，感谢华住中心，各侨团单位、学校、个人对受灾侨胞们的无私奉献和爱心。感谢大家期待的朗诵，感谢赵君婵老师的演唱，以及德兴双语学校可爱小朋友们精彩的伴舞。那么接下来，青青的草原中葵，朝露待日晞，阳春布德泽，万物生光辉。春天是大自然的摇篮，它唤醒万物，到处生机盎然。接下来有请大家欣赏华声艺术团为我们带来的舞蹈《万物生》。